站住！舒立成，你是枪房啊你！你不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今天不能走。那我衣服呢？教唆同事打架。妈，救我！叶总家媳妇当街了。谁呢？这是？谁呢？谁呢？你回去吧。我这还没为重庆做贡献呢。你给重庆添堵呀！你往哪儿尿呢？别动，正在念呢。爸，我可是无神论者。你就趁我出去时间，你就把它给卖了。即便你不装修，你房子也照样有人去。让你把装修的那个钱退还。不给我钱，今天我就不走了。上次抢房也是这波。关明星是一个被开除的黑中介，您连资质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人家合作？这个，我们做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，消除了安全隐患，还设计了儿童游乐室，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共享社区。什么情况？床这个。